师来今天要做励志节目了，我们今天励志的方向就是有一种配对的组合是能够确保婚姻长久，爱情幸福。没有这种配对。没有吗？没有。不管是男高女矮，女高男矮都不行吗？不行，会离婚就是会离婚，跟身高无关。可是因为女的高个子说男生矮的话就会很老实，结果就会危险。拜托，我又是没教，我又不是没教过矮的。应该相信权威的意见。对呀、啊，问我就最准啊。好，那这个人还拽的嘞。我们今天那个让汉典来当尺好了，好不好？汉典先站起来。你要不要先羞辱他的脚？你为什么不刮脚呢？而且你凭什么给我穿女性高跟鞋、啊？很像零头姐这样子。零头姐，零头姐，真的，快点了结自己的性命好不好？好丑、哦！你衬托自己的身高吗？汉典，你把高跟鞋脱掉，因为你要当尺，我们需要你的真实身高。不会脱，你会不会脱？你上面拴了一圈，你甩什么甩？你还真的不会脱哎！好了，好，那个汉典要当我们的尺啊、哦！汉典，你怎样？他根本没有穿丝袜，他有穿丝袜吗？哎呦，穿丝袜为什么腿毛还这么丑？黑色的，那毛会炸出来啊！好好好，真实身高多少？171。骗人！你真的看起来不像。171。好，来，真的有。用你来，用你来量一下宋经理哦。来，宋经理起立，不要拖，不要拖，你不用。不要拖。对。目测，真的啊。所以去掉高跟鞋，只有宋经理是一百。如果我168，快169。所以他脱掉真的是比我矮啊！你看。我看一下。好。真的不多，真的耶，高大概不是因为你超过了170，就好像标价超过200元以上，就有一种超过那个的感觉，可是实际上只差了3公分。可是你驼背就没有我高了，因为陈汉典的脸长得不像是170的那个左右的人，看起来像168以下，168、167。看脸来，他长得像祝凡刚哎，165。明雄长得比较80，没有，明雄长超矮，你的脸。什么？明雄的脸看起来大概就是165左右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那 Junior 的脸，Junior 看起来也是160。对，160。真的吗？脸就可以评断一下。其实你们三个看起来都像165以下。没有这个话，不是没有。郭彦甫看起来是高个儿，你们是矮子脸。你看起来像185。对，我知道。赢在身材壮。接下来用汉典尺来量 Gina 啊。可是你高跟鞋高。对，我也跟心妮一样168。哦，对，不用脱，差不多。你要不要今天踩一下他的脚趾？你要为什么要欺负林豆姐？要跟吗？好，好，用跟。Gina 看起来是高个子吗？是哎，宋心妮看起来是高个子吗？是。所以女生有高个子脸。我跟你讲，矮子脸跟高个儿脸就是长得出来，真的啊。像你呢？像我长的是高个儿脸，所以观众都误以为我是高个儿，殊不知我其实是矮身体。你就是矮个儿脸啊？观众哪有认为你是高个儿？有，因为他在电视上身材比例很好，因为我是比例太好，所以会模糊观众的视线，所以他是整个人缩小就拉长。那你看他就是天生的就高个儿脸，对。来，汉典去量一下，这需要量吗？去量，你就量他吧，坐着就好了。天哪！你好，能穿平底耶？有一点点，大概是有点高。对啊，他还穿平底。陈汉典，感觉画面有经过特效处理哦，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差距到？陈汉典，你可以像吴伟雄那样整个这样攀在他的身上吗？我怕他撑不住我。你要小心哦，就是你要跳上去，然后就不要滑下来，像吴伟雄那样抓住。亚伦撑住，亚伦撑住，撑住哦，可以吗？太酷哦！这点小事都做不到。下一集还要花他吗？不要了，这一集他也都剪掉啊。对啊，这样都不会啊。要帮我拍一下。来，你看我。确定？我硬起来，快点。你怎么拍？陈汉典，你好弱。潘胖哥，我拍他给你看。拍男生可对。你以前会拍，你今天要拍衣服了，衣服太滑，我会拍衣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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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
不会你了，真的难。今天渐渐不适合，今天而且我失望太滑。我跟你道歉，真的。一点小事而已。好，我们这样研究呢。第一个，是不是表示矮个男生一定要帅？嗯，一定要好，所以以你们三位高个子女生看起来的话，对面谁是可以矮，然后可以原谅的？我觉得明雄不行矮。还好明雄矮是错，对啊，这对我有成见的。没有明雄，你要嘛就一定要非常会唱歌，对，他很会唱，对，其实可以加很多，就是一定要他会幽默，对，才艺，就是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是爆点。那 Junior 的脸可以矮吗？可以，以前可以，他现在有点老态。我还在装年轻的阶段啊 ，Junior， 你过三十没？没有啦，怎么会猜到三十岁呢？我们现在如果把你第一次上康熙的画面调出来，你真的跟长得跟当初不一样。当然人都是会。那、no, 我觉得他是不是夜生活太过分？我跟你讲，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觉得你酒喝太多的脸。他是明雄吧？没有吧？这个、最近生活很糜烂，应该是这样。明雄真的每一次都像喝醉的样子。没有，就是我平常、就是、你喝到眼白都没有了。他的肝坏掉了。昨天你生日喝到四点，那如果 Junior 在帅的时候，他可以矮到多矮？就差不多163，我都可以原谅他，因为帅。我以前有帅到这样子啊？你以前很新鲜呢，你现在是过期。我跟你讲，新鲜的英文说是 juicy， 就是有果汁的，对，下次直接干掉了，真的。juicy 不是 juicy dry 吗？我们几个太狠了，干掉，不知道为什么被这些老女人讲歪了。现场没有老女人，瞬间爆发，你爆发，不能讲我老，我也想翻了。所以以前的 Junior 的帅是可以帅到163吗？可以接受。哇，所以帅一定再怎么矮都行，是吧？对，真的，要身材至少点。那以郭彦甫的现在的帅，可以矮到多矮？我觉得他不能矮，对，他168差不多。不能再矮吗？不是，矮就跟你一样高嘞。对，再矮就一样搭他的脸。对，不能矮。因为肩膀很宽呐、啊，他是属于那种上面看起来。他的脸如果再矮，就会像布袋戏，对不对？布袋戏，就偶的头比较大 ，Q 版的那一种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脸长这样啊，如果在的话，会让人家更生气，因为会更有一种恶心的感觉。OK， 郭富城也很矮啊。可是郭富城的脸是隆起来，他脸好小啊，他整个是小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要研究的是他们几个交往过多高的女生哈。好，郭彦甫，你自己几公分高？我自己176、175、176。哦，那还蛮标准的。175、176，然后你交过最高？我交过像米亚伦这样快180。我好相信你有178呀！我以前你们就是要脱鞋，不用脱鞋啦。你那个就两公分了，你里面才五公分，那个就5公分了。我以前女朋友大概就180。他叫你把球鞋脱掉啊？要脱啦！不要，他里面可能有夹脚跟，你里面夹了鞋垫对不对？夹了一个。脱掉了，他跟你站在一起，所以大概有170。你说这一集好残酷哦，这不是第一次，郭彦甫脱掉，郭彦甫快点，脱一只就好，脱一只，哇塞，脱掉变好轻，你好胖，好多，鞋这鞋哪里买的？我要，你根本就是穿高跟球鞋，要，这个好灵活，哦，你是高跟。